请收看佛教动画系列。佛教智慧故事，燃灯古佛。请随我来。啊！我听说您明达经纶教法，喜好布施，护爱他众如护己身。我敬仰您的威德才学，所以想拜您为师，跟随您修持梵行。哦，你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悟性，实属难得，为师且收下你。当时有一位佛出世，号剃如来，具足功德，范志欣喜地做了皈依，并准备请佛及僧众留自家七日，以礼供养。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们真有福德。是啊，想起就要见到佛陀，真是兴奋得难以平静啊。你在想什么呢？啊，我很想供养佛陀。你供养佛陀？嗯。嗯，你一无所有，拿什么供养佛呢？师父，弟子也想供养佛陀。哦，好呀，你想如何供养呢？可否准许弟子下山化缘灯油灯芯，点灯供养佛陀？为师答应你，但是……但是什么？但是这七日七夜佛灯不能灭掉，灯油灯芯一定要充足。师父放心吧。嗯，你不是那个？对，婆婆，我就是那个讨饭的小乞丐。你为什么要来化缘供养佛陀呢？正因我前世没有积累资粮，以致今生贫穷卑贱，现在遇到如此殊胜因缘，一定要种下福德，所以愿以此点动功德，遣出一切众生的无明黑暗。好，你等一下。就这么多了。谢谢婆婆，愿您永远喜悦吉祥。童子就这样连续几日往返于山上山下，顾不得疲累，终于在佛及僧众到来前化得七天七夜的灯油。怎么现在才回来？马上就要迎接佛及僧众了。这个交给我吧，你看你浑身脏兮兮的，快去洗浴干净。
替如来加持童子，令其火光彻夜长明，而他的头却不受损伤。而童子一心专注于佛法之意，心无杂念，如是安住七日，无有一点懈怠疲倦的念头。于是佛为童子受记：过无数劫，汝当成佛，浩然灯，脖颈肩膀皆有光明，将教导拯救众生，获得解脱，功德无量。佛陀可否为弟子受记？待童子成佛之时，他会为你受记成佛。这位梵志就是释迦摩尼佛，过去久远，二阿僧其九十一劫，太子阿黎密罗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起名燃灯。后来国王登圣临命终时，将国政嘱托给太子，太子深知世间无常，将王位转授其弟，自己出家修行，日日燃灯供养佛。当时有佛名宝寂如来，见阿黎密罗颇具佛性，乃为其受记，预计其将来成佛，名定光如来，亦称燃灯佛。点灯功德，获得八种无量资粮。一，得无量正念资粮；二，得无量大智资粮；三，得无量信心资粮；四，得无量精进资粮；五，得无量大慧资粮；六，得无量三昧资粮；七，得无量辩才资粮；八，得无量福德资粮。善慧童子受记成佛。在过去久远劫之前，有一位修净梵行立志成佛的善慧童子，梦卧大海之上，肇事此身尚未获得解脱，还处于生死大海之中，梦枕须弥山，预示将来可出离生死，得般涅槃。梦大海中一切众生入你身内，预示将在生死大海中做众生的皈依处。师父，梦见左手高举太阳，右手托着月亮，又是何意？手擎太阳是智慧光明普照法界，手托月亮于是你将用方便法门化导众生，使他们远离无明热闹，熄灭欲念之火，永得清凉。这五个梦正是你将来成佛之相。谢谢师父开示。提和卫国城的百姓们正准备迎接提和卫国国王的哥哥燃灯佛莅临国城说法。你善根深厚，借此诚心发愿，将来定会正道成佛，度化无量众生，彼时再来度化为师。这五百钱你拿去供养燃灯佛。是师父，弟子定不负师父所望。大叔，我想买鲜花。哦，你来晚了，鲜花早已卖完，甚至连华曼、香油之类的贡品都卖光了。啊，这位姐姐，可否把你手中的花卖给我？不卖。姐姐，求您了。这七朵莲花是我和母亲省下三餐买来供养燃灯佛的，不能卖给你。姐姐，我愿意用身上全部五百斤买下其中的五朵莲花，还望您成全。啊，你这个人好奇怪，这样苦着自己却舍得以五百重金来求取不过数钱就可买到的莲花，这是为了什么？为向燃灯佛许愿，为欲成就一切种智，度脱无量众生。那为何偏偏选择以莲花供佛呢？
世上唯有不着尘垢的清净莲花，才能表达施者空，受者空，公物一空的三轮体空，象征无相不施的真谛。好吧，善良的人，我可以把花卖给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看您身心勇猛，端正无双，将来必定能够正果成佛。如果您不嫌弃我愚笨，能否答应正道成佛后收我为您的弟子，让我生生世世跟随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您若答应，我就达成您的愿望，否则我的花是不卖的。愿您生生世世种下善根，一起奔向菩提大道。我是女儿身，不方便到佛前供养发愿，这两朵莲花请您代替我供养燃灯如来。姐姐放心，我一定办到。燃灯佛来了。祈愿燃灯佛长久住世，为众生转妙法轮，祈愿燃灯佛怜悯我善慧童子，受此七朵莲花，愿我未来得成佛果，如燃灯佛度脱无量无数的众生，满足众生成佛的大愿。不能让污泥染于佛足。善哉善哉，善男子，你在91劫后将成佛。佛陀，可否为弟子受记？待童子成佛之时，他会为你受记成佛。于娑婆世界名号释迦牟尼，广度无量众生。善慧童子就是后来娑婆世界的本师释迦摩尼佛，屈仪就是悉达多妻子耶输陀罗，后来亦被受记，将来成佛，名号为具足千万光相如来。若有众生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一者处世如花，二者身无臭秽，三者拂香戒香，四者随所生处鼻根不坏，五者超胜世间为众归养，六者身长相结，七者爱要正法受持读诵，八者巨大福报，九者命中升天，十者速证涅槃。是名奉施香花得十种功德。望子岭，相传燃灯古佛成佛后，在民间显现很多不可思议的神迹。在汀州就有这样的一个传说，夫人快趁热喝吧。
也是白喝。夫人，还是喝了吧，说不定这贴药还真管用呢。先生怎么说？你倒是说话。那个算卦先生说，说什么？急死人了。说老爷注定命中无子。我就说嘛，连药都白吃了。老爷，听说南安岩君庆寺中的古佛大慈大悲，有求必应，老爷夫人不妨去求求。有求必应，老爷，要不我们去一趟？歇一会儿吧。都快走两个时辰了，还有多远？三五里吧。我于某一介之天命之年，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余家三世单传，不能到我这儿断了香火。弟子在此向古佛祈愿，求佛慈悲为怀，赐我子嗣。一千，老爷，这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明白了，意思就是让我们做一千件善事。对，我怎么没想到呢？可是老爷，我们就算每天做一件善事，这一千件也得做三年多啊。我们三十年都等了，不差这三年了，倒是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做呢。老爷。夫人，送去了。是啊，喜欢得很呢。那几块布料够给三个孩子每人做两套衣衫了。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也够可怜的了。京东再给他们送几斤棉花过去。夫人，您和老爷心肠可真好。等一下。因你拯救数百只蚂蚁的功德，一千件善行提前圆满，不久你就能如愿怀上身孕了。恭喜于老爷。同喜同喜，诸位多喝几杯啊。恭喜老爷。找了你半天了，还不快去招待客人。是老爷。老爷，我们自从有了儿子，光顾着高兴，还没有去还愿呢。是啊，夫人，差点忘了，等会儿儿子醒了，我们抱儿子一起去感谢古佛吧。
啊，老爷，你看儿子好像没有呼吸了。儿子他没气了。别哭了，我们还是去求求古佛吧。是啊，古佛法力无边，一定可以让儿子死而复生。都是我的错，不该把被子盖得那么紧密，把儿子活活闷死了。古佛啊，求求您大发慈悲，救救我儿子啊，他才一岁啊。都怪我，孩子过周岁不该杀鸡宰羊，大宴宾客早下杀业，我今后一定吃素念佛，不再杀生。夫人，你看前面那个小孩好像是儿子啊。是儿子，儿子活过来了。后来余性不服，施舍大半财产供僧，从此吃素念佛，积德行善。因为这段故事，后来的人就把南安岩20里处的这块地方称为望子岭。佛教诸多经典中提到许多供香的功德，如一，罪障消除；二，福报优厚；三，来世尊贵；四，所求如愿；五，远离恶趣；六，见惑解脱。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高雄生命书坊举办念佛共修暨佛学讲座，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领众。日期1月27日星期四下午2点，地点高雄生命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2，0722123232，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欢迎填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岁末迎春贺岁点灯祈福法会，日期1月31日星期一，时间晚上8点，恭送普门品点千灯祈福法会，日期2月1日星期二，大年初一，时间上午9点，礼千佛即佛前大供，恭请慧泰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群共同领众。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8，0398993198，0398986866，0398986866，宜兰大悲观音道场。